知会唔会有奇迹出现呢？头先喺练习嘅时候咧，有好多球咧都非常近磅，攞唔攞到嗰个 free 咧？少少嘅都有嘅。咁我系时候要将个草地交俾你。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！攞到个 feel 未啊 ？OK 嘅，新练翻少少啫，直就够直啦。好，嚟咯，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！嗱，佢有远嘅，有近嘅。呢球应该就系中间啦。Jonathan 首先控定个波，思考点样调校力度同角度去射跟住呢一球，赢走我哋嘅奖金。三、二、一，对啊！唉，三球都非常近网，最后一球咧就真系擦边就 miss 咗啦。好啦，射晒三球 ，Jonathan 感觉如何呢？好刺激啊！叫我，我見你第三球一嚟臨起腳之前咧，只腳震曬，話咪真係好緊張咧？緊張㗎，拉屎一球啊嘛！哎呀，今次。